对抗不公不义，关心咱的土地，咱的台湾。欢迎收听《一边一国爱台湾》。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乡亲士大，一边一国台湾的国家主人，大家平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收听，希望来讲出台湾人心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志忠，志忠同款对每礼拜一到拜六，每一天在空中一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咱做伙空中结缘，做伙来开讲，关心咱的土地，关心咱的人民。关心咱的国家，咱共同的母亲台湾。那对拜一到拜六，每一天的中昼时啊，十二点到一点，也就是现主持哦，伫中咧主播这个时段。啊，住伫咱的云林、嘉义、台南、云嘉南地区，佮加上中部的这个彰化，哦，云林、嘉义、台南佮彰化，啊，咱这些好朋友。你都可以当家收听到指南广播电台、指南电台，哦，这是 FM 的台，106.5 FM 的台106.5，哦，咱一边一国的节目，中昼时十二点准时开始，哦，一点钟的时间，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哦，多多加利用 FM 的106.5，我那介方便。同这个时段，那是伫北部地区，大台北。收听的范围包括台北市，佮加上新北市，吼，哦，台北市加上新北市，当家利用咱的中华电台、中华台、中华台，这是同款吼，这 AM 的台一控二六，周日是 AM 的一控二六，啊，拄啊离咱同款中昼时十二点到一点，用真是大咱一边吼，啊，你来啊用餐食中昼顿，休中昼休困的时阵，那不去盐。社会甲听中华台 AM 的一控二六，人地中伫空中交流开讲。下晡时啊，黄昏的时阵，五点到六点，是伫咱的南部地区、南台湾、高雄地区、屏东地区，拢甲听咱的主人电台、主人台，同款是 FM 的台96.9 FM 的台96.9，高雄听甲屏东，屏东听甲高雄，咱台湾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用智慧甲听主人电台 FM 96.9吼，才敢有台湾意识的本土台。来来暗时啊，暗头啊的时阵吼，七点到八点是伫台南地区，地中我的故乡，就听咱的詹文克，詹文克电台唔免加介绍，老牌子的民主台 FM 的台89.9 FM 的台89.9，听咱的詹文克。台南的乡亲是大拢做熟悉，有那爱听伊节目。多咱暗顿食煞吼，七点到八点甲听一边一国，来八点煞落，佮甲看八点档看戏出的，有那介舒适。也是八点半吼，来甲看即个民视正经看民视，彭文正彭丕教授所主持台湾的目睭吼，台湾的眼睛即个节目，也是即个三立新台湾加油小军解说的主持。哦，两个节目之中，我拢捌去上过做来宾吼，来这个电视机开讲。所以咱这个一边一国的节目，为什么咱要安尼拍拼？理由足简单，因为咱有这个使命感，有这个使命感吼，一定爱甲台湾主流民意的心声。台湾的民意是咱的最高指导原则吼，相关的指导的原则吼，台湾民意的心声，台湾主体路线，咱的拍拼甲坚持，咱的决心。咱的行动，不只要讲予全台湾2350万人民了解，嘛要讲予全世界听。尤其即卖五月啊，世界卫生大会吼，即个伫日内瓦咧召开。虽然即次咱的部长无法度入去会场，但是咱台湾要积极来参与，台湾要加入即个体系，不应该予台湾人民吼2350万人，咱的关于咱的卫生健康。全世界的这种的防疫，
的体系内底出现一个缺口，台湾不应该去用百度。这种的声音，这种的意志，咱要决心加行动，一定要国际社会了解。那无讲无人知影啦，咱唔当想讲人拢知影呢。台湾人的诉求，家己无讲出来，只系外国人才知影。所以听众朋友，咱的节目要发声，就是这个目的啦。嘛，希望讲来凝聚所有的声音，哦，透过这个平台大声甲讲出来。所以要特别感谢咱的乡亲时代，特刚来听咱的节目，除了甲地中看甲记得甲一边一个破白收听，有那陪伴你的生活吼，那无气闲，啊来，互你有快乐的心情，希望的人生，咱来共同思考，共同拍拼，吼，咱台湾，咱的前途，咱的未来，吼，台湾人的文明。来，今仔是咱的新历2018年5月14日，长达过母亲节，吼，来有那。就再一次吼，祝全台湾辛苦的妈妈吼，阿妈不一定是妈妈在咱过母亲节呢，我也是讲阿妈抓大汉的呀，我也是这种的阿姨阿哥抓大汉吼，只要是用爱来给你照顾，来给你栽培关心，来给你陪伴，吼，迄个就是同款母亲节的意义。所以母亲节不是单讲会当叫妈妈才过母亲节呢，我阿妈亲像妈妈哩。好、哦，不得噶，老婆不低也不得噶，好、哦，还是讲种种因素，别人来甲你照顾，好、哦，啊，甲你请用大汉，所以同款拢是母亲节这个意义。亲像台湾嘛是咱的母亲，那无台湾透咱台湾人，好、哦，咱在住地有法度哩，这个啊台湾的照顾之下，咱来成长。好、哦，所以伫家地中啊来个再一次吼，啊个讲一声，祝咱全台湾辛苦的妈妈，好、哦，这个母亲节快乐。大家拢快乐，哦，咱做伙拍拼。来，今仔是5月14日，礼拜一的时间，那算古历是3月29日。到今仔为止，咱大家所关心，陈总统啊，边总统受到案件、政治案件的对杀，足足3470天。重点是司法改革也无成功，司法改革啊，这个国事会议虽然开了，也无进展。啊，上重要，大家所要议的边案的平反，过案的平反。过后期部长案件，吼、哦，这代表性的平反啊，拢无下文。你讲要非常上诉，吼、哦，要再审，吼、哦，啊，这个啊，无这种的进展，啊，这是要哪交代？吼、哦，所以这个冤枉也未洗清，公道也未平反，吼、哦，真相还继续宣传，吼、哦，才会当真相大白。吼、哦，这个过程当中，咱未当放弃，吼、哦，继续拍拼，互相加油，互相鼓励。来，即摆咱先进一个主题歌，吼、哦，一边一个进行曲。应该来结束，咱就回来咱这边一个爱台湾的现场。好、哦、啊，咱的口音电话，好、哦，地中先讲，同款是12:30到1:00来开放，0776180018，哈、哦，0776180018，哈、哦，咱这个专线的电话，和大家来分享发表，哈、哦，你宝贵的这个意见。来，即卖先进这个歌曲，哈、哦，啊，千万唔当转台哦，咱精彩内容拢在后边，啊，马上去登来现场，多谢。台湾共同一片进步，台湾共同一片进步，台湾共同一片进步，台湾共同一片进步。台湾是台湾，共同是共同，台湾共同一片进步。
哎，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哦，继续登来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咱的现场。来，首先来个看一个上新吼、哦、啊，一个民调的消息，一个是由着《苹果日报》吼、哦《苹果日报》所来做的上新民调，因为今仔是五月十四吼啊，五二空，就是咱的蔡英文总统、小英总统啊来就职执政的这个两周年吼、哦、两周年。啊，适当的任期过一半，吼、哦，亲像讲咱学生啊，期中考的意思。啊，所以最近有一挂媒体有人做民调啦，吼、哦。啊，这个彭哥的民调，吼、哦，伊首先是啊，蔡英文总统现主席的这个整体，吼、哦，咱讲的整体施政满意度，差不多是34%，吼、哦，34%。这个数字让咱地考，吼、哦，新台湾国策地考哩。前个月所发表的是啊，差不多吼满意度30%啦吼，不满意度是62%，哦，这是小英总统，满意度是34%，不满意度吼无满意的是啊较悬吼62%吼，啊行政一段偌清的，哦，伫过去是讲高人气，哦，伊即、這个啊拢是超过半数吼，大概真支持真满意，但是即卖有那有下落来即个状况吼，爱注意的讲。蓝营调的施政满意度，36%吼，人小英总统差不多，啊，无满意的这个比例有那是提悬吼，上升到57%吼，57%。所以咱个比较哦，比如讲人一周年的时候比较，哦，即卖是两周年嘛，比如讲人一周年来比较，蔡总统伊当时一周年的时阵，满意度是40%，哦，40%，哦，比即卖34%较悬个加6%。不满意度是55%，吼、哦、55%，吼、哦、啊！伊当时诶，行政都临转，临转吼，满、哦、意度是29%，不满意度是62%啦，吼、哦，所以你看出来讲满意度是啊，即、這个下降，吼、哦、啊，不满意度是增加，吼、哦，即、這个当然做一个参考，吼、哦，有人讲啊，即、這个通牌媒体搁咧唱衰啊，哦，通牌媒体啊，即、這个想讲中国时报咧做诶，中国时报的民调我是较无咧相信啦。哦，伊即个后壁都拢中资，规个咧控制掉诶。讲台北市吼、哦，国民党提名丁守中诶大赢，好、哦，无论讲民进党派啥物人，单局市长也好，赖清德议长也好，吼、哦、赖神也好，局长也好，花妈也好，任何人赖丁守中拢一定稳赢诶。我无咧甲信道诶，即种诶通牌诶民调，若要用安尼而做诶，当来应用着民意吼。哦伊嘛想得太简单啦！哦，台北市民的水准，我相信讲，啊，毋是讲你一份民调会当讲左右啦。和民进党家己提名，这绝对是正确的道路。你要人科比合作，我看会崩盘，这无可能。哦，而且照着讲，上新的民调的显示，和科比伊的迄个支持度啊，和过去是讲一枝独秀啊，即卖毋是安尼，即卖已经是退档去啊啦，吼、哦，已经退档去。无像过去安尼好，安尼遥遥领先，无这种的状态。哦，有可能以前是讲国民党四党前是提名一个连胜文，哦，啊，因为连胜文大家对着迄种的官贵的迄种的背景也好，对着连家安尼吼三代公务人员安尼财产500亿的迄种的官贵的背景是做无得接受，哦，所以当然这做大影响。多对比讲啊，柯文哲哦，伊输哦，啊伊当时规个安尼白色力量吼、哦，清新的感觉哦，啊这第一次来即、這个吼、哦、政治素人哦，这规个是迄个反差足大嘛哦，多啊柯P对着连胜文哦啊这种的结果嘛啊，所以即卖是国民党提丁守中啊，这个无共哦哦，丁守中伫台北市是经营真久的呢，迄时候那是几连霸立法委员哦。啊、所以这国民党的这票，伊会回归。伊当时国民党的支持者，讲一寡较浅拿的等等，较这种的经济选民的刀，连胜文邓美瑞刀磕皮去嘛。即卖啦，丁守中提名的时阵，哪些个这票回归啊？和国民党这票的大集结，你知无？这不管是深拿你摕袂到啦吼，啊，这种的较。不是较深的、较浅来等等，伊这几个回归的国民党所提名候选人嘛，所以科比要客车来报讲哦，啊，你都深入的，你这票拢无爱滴，讲6%尔，吼、哦，伊也不在乎吼，讲、哦、全台湾都6%，
卖有这人绑架，吼、哦，无要紧，吼、哦，一公一爷，吼、哦，阿、啊、咱就等咱嘞。啊，你即卖要用钱来去补侵略的，这招已经无效啊，因为人家拿色的票，全部是回归当来国民党的候选人嘛。这政党政治就是安尼做清楚的，这也无什么道理。啊，你即卖来，你讲啊，这个较中间性的，吼、哦，政党的色彩无遐尼鲜明的这选民，吼、哦，啊，话的是期待讲。是当前讲啊，你柯文哲来做，亲像一挂五大弊案，吼、哦，伊当伊当上台吼，积极多做管，就是咧处理五大弊案。啊，即个弊案处理了安怎？大巨蛋也好，花博也好，美和市吼，啊、哦、是讲其他些处理卡怎？柯文哲人大巨蛋的主人赵腾雄是咧密会，是咧讲条件，用真是大这人太接受。本来是期待讲你是会当心力除弊呢，做一个改革者呢，做一个无包袱的，啊无正当的一种的包袱，会当对安尼素人做市长来做改革，大改革大刀阔斧的，不甲尾也讲啊两个咧以讹咧讲的，啊这完全的破功去啊，五大弊案根本的怎啊弊，五大苏拉弊案去啊，五大苏拉案去啊，根本的拢无结果。啊，这大家是对着一挂理想性较悬，吼、哦、一挂的这种的啊，你讲这个啊知识水平较悬的一挂较中间性的选民是无得接受的。啊，你讲台北市的建设，老实讲也毋是像陈总统伊当时市长的任内，吼、哦，遮做侪革新，做侪遮的创举，第一间去推动，即卖无看到这哩。硬体也好，软体也好，拢也无看哩。啊！你所以个老，个有啥物留落来？市政的部分的成绩单，讲实在话，你要叫咱讲有啥物成绩，咱也讲袂出来呢。啊，所以这个嘛，出大个问题。啊，所以对着迄种的热情不在啊嘛，对着迄种本来期待感嘛无去啊嘛。哎，当时讲的这墨绿的人侵略的，哦，意思讲是阿扁总统的这个啊，会当讲驻地医师，吼、哦，来即种民间医疗团，当然。医师、科医师吼，科比做医生，对着阿扁总统，伊当时来出来讲话，民间医疗团上早咧组成的时阵，吼，伊有伊的这种的帮衬，这做家属，弟弟我做后生的人做家属，咱感谢。但是你这种的对着两岸问题这种的主张，我无得接受嘛。什么叫做两岸一家亲？什么叫做床头吵床尾和？什么有这啊？这个这双城论坛啊，来要接受上海，你来通解台北市。中国好声音安尼，场地舞无的时阵，市政府改这个放水给伊，给伊会当哩代代后方咧办咧，尾啊唔知演变规个怎变老火冲突。这种种的过程当中，互咱认清讲靠腰啊，这个无法度，这个太接受啦，这无法度接受嘛。以前马英九是用九二共识来包装着一个中国的完成呢，用九二共识来包装一中嘛。所以你看这个蔡总统上这个周玉蔻的广播，周玉蔻咧甲问讲啊，他也无要承认九二共识，小英总统嘛讲啊就清楚啊，伊讲九二有回答无唔对，但是回答的强，回答的属性咱无好认嘛，伊确实都有回答嘛，但是回答是无共识的嘛。你袂当硬发明一个假物件，讲啊有一个九二共识，啊基本上迄就是一中的原则，咱才要接受咧。啊无照咱台湾的立场，咱所讲的，咱是主张，咱是主权独立国家。啊无这种当作共识，你北京要接受无？北京嘛无接受这嘛。你马研究所咧讲的，一中个表，一中要个表，北京从来无接受过嘛。啊、所讲的就好笑的，他有可能有什么共识咧？所以小英总统讲不可能嘛，有九二会谈，有这个属性，这咱无好认，哦，历史都已经回答过，但是无共识嘛，无共识就是讲咱坚持咱的嘛，啊，你北京你坚持你的嘛，啊，要哪有什么叫共识？所以要北京要来强迫，要来压迫小英总统来承认九二共识，这不可能，这条路是行不通嘛，台湾的民意嘛不应准嘛，啊，所以你今麦阁发明新招。即国台办也好，哦，即北京的高层也好，九二共识讲未通啊嘛。
啊，你朱立伦也好，洪秀雕也好，因所讲的是一中统表已经加未通嘛，要终极统一无可能嘛。所以即摆用一个这两岸一家亲，你来包装所谓的一中原则。啊，这咱台要接受。你用这种的讲话，你也在模糊焦点，你也在混淆视听，这咱台要接受。啊、所以你柯文哲，你若是要坚持这个立场，咱尊重哦。台湾是言论自由民主社会，但是侵略的选民，咱是卖讲侵略啦，这是主流的民意呢。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调做出来是80%、80几%赞成的呢。所以赖清德一定要公开讲的嘛，主张台独嘛，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属性嘛，这是嘛是咱的目标，咱的原则嘛，这是主流民意啊。那讲你柯文哲心中是6%，安尼大家来打赌。民进党你第几提名？看只个无赞成两岸一家亲有超过6%无嘛？用真是大，但前咱来口音，大家有哪来民调一下？讲听到两岸一家亲无得接受的，包括我弟兄在内，包括我老爸阿扁总统在内，咱只要这剩6%之一啦。讲全台湾只有6%的人对这无得接受尔。意思是讲，其他94%拢会赞成。台湾不应该有这6%的人绑架，这是柯文哲的公文。咱就证明给伊看卖，唔当叫用跨水小啦。民进党若家己提名，政见第一条反对两岸一家亲，台湾主体性，台湾主权独立国家。看安尼，这个最后选票有超过6%无？看这选票有赢过柯文哲无？看这个主张台湾主体路线的有超过6%无啦？咱就证明这点就好啦。那无都证明这個，以后这个台湾主体路线，这个咱的大家乡亲是大咱这个支持者，我看咱也免阁开声啦。咱就包括款款的，包括地水就好啊。因为讲了说全台湾100%的民意不够6%，那安尼咱嘛不会讲呢。那安尼咱必要做招手的招手，咱嘛不会讲呢。咱下心下情。啊，事实是安尼嘛，用真时代，事实是安尼嘛。对着咱的台湾的价值，咱的立场咧坚持的，即用真时代，真正打6%，还是讲少于6%，无超过6%。但是咱可以哦，才大家表达意见。我那年底用选票来证明啦，和柯比哦、柯文哲市场了解，台湾的民意真正是安怎啦？伊若是真正误判这个民意吼，嘛爱予伊一个教训呢，爱予一个教训呢。啊，伊若真正认为讲用安尼，即个做白色，啊个蓝红色、红色白色，安尼搅搅的搅做堆，啊，就要骗台北市民，就要骗台湾人民。那安尼伊是低估，看低台湾人的地位，甲咱的水准。来，咱即阵先讲到遮，啊，咱先进一个工商服务吼。啊，母亲节的活动，咱最后有哪爱做一个收束吼，做一个收束。啊，这数量有限吼，最后阁有啊一寡数量，当然阁来做一个计算，清点了吼。啊，咱这个就是讲数量是有限的，上网为止。吼，互你健康，互你健康，这个母亲节的活动，虽然昨已经过母亲节，吼，但是咱最后吼，阁留一个阿苏比吼，做一个收束。用钱时段哪里啊？这个钟吼，一两礼拜就较无闲吼，也不。无时间敲电话来甲交关来甲助文的，赶紧去拨敲电话，0776180705077618075吼，来甲咱这个母亲节活动，来友好咱的妈妈，友好咱的阿妈，友好所有吼啊，亲像妈妈的这种爱的吼，咱这时代啊，爸爸嘛会当啉啦吼，阿公嘛会当啉，啊，爹地嘛会当啉吼，甲你的这个先生太太来保身体吼，我都拢盖下书，来咱即卖进一个工商服务。大家等下现场，咱的口音热线也要开放吼，0776180018吼，8018吼，啊来证明咱不是打6%吼，拜托一下吼，不真正叫看水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地中陈地中。你今仔日广告的时间，上新的大优惠的消息，要来报予大家知影。咱在地本土的正兴公司为着要感染咱的听众朋友对地中的支持，对地中的栽培，在这个母亲节，咱特别来推出着活力健康、活力健康的这个组合，活力健康更有气力，对头壳到脚底吼，拢会当照顾会到，活力100分。
即卖只要注文一罐正型 Q Ten 加一罐正型深海鱼油，就赠送你一罐，原价1200元，补充咱的钙质上钙好的钙低加，活力健康组合有 Q Ten 有深海鱼油加钙低加，总共三罐，原价新台票是6200元，即卖只要5000元就会当全部炸登去出嚟。Q Ten 是身体非常重要，细胞活力的来源。对着你的年岁愈来愈大 ，Q Ten 愈来愈少，必须要额外来做补充。正型 Q Ten 严格把关，对日本进口的原料来制作，独家配方，搁添加着葡萄籽萃取物、维生素 E， 一罐2个月份2800元。正型深海鱼油是各单位深海鱼油，是深海的，唔是一般的鱼油，嘛是专工对北欧的挪威进口的原料来制作，水质上清气。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 一罐同款吃2个月2200元。钙低加钙离加用上好吸收的柠檬酸钙来制作，是补充钙质第一选择。搁添加独家的配方，对韩国进口的黑酵母发酵萃取物、贝塔葡聚糖、维生素 D 和胶原蛋白，一罐120粒1200元。和平菇姜汁是用咱高雄在地六股和平川规大粒的菇姜汁的籽饲体来制作，伫中去现场看过吼，迄是规大粒的菇姜汁籽饲体，啊，佮有农委会专利授权，不管是原料还是生产，拢有官方来挂保证。一罐食2个月份3500元，新鲜地瓜精用规只鸡仔落去吹落去滴的地瓜精，唔是一般化学的浓缩的鸡精。天然健康阁好啉，食着传统的口味，补充元气。出去送礼嘛，做大方，一组30包5400元。5月母亲节限时间的大优惠、大好康，活力健康组合，活力健康，和妈妈拢食百二。有正型 Q Ten 深海鱼油，阁加上钙低加，一组原价6200元，即卖只要5000元，只要5000元。马上注文，马上赚1200元。弟兄啊，祝福咱全台湾伟大妈妈母亲节快乐！数量有限，请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吼，咱全国的听众啊，以及透过着咱这边国联播网咱的脸书吼、粉丝专页。你伫脸书店馆，你甲输入吼、一边一国爱台湾联播网、联播网，会当看到咱的专属的脸书啊。透过店馆，你每天吼、伫咱的这个现场时段12点到1点，会当看咱的直播。啊，那讲是这个和广播了后吼，随时咱的这个影片吼、这个专程拢有甲录起来，你随时会当点入去看吼、啊，那不去嫌吼。啊，这个当人地中吼，啊，这回来空中开讲，哦，来看咱的直播，啊，买当马上伫店馆留言，吼、哦，任何宝贵的意见，吼、哦，来来提供吼，啊，拢伫店馆甲留言，吼、哦，真多谢你。来，即卖咱的口音电话要甲开放，口音的专线是0776180018，哦，07，头前加07，吼、哦，因为咱是高雄的现场，7618018啦，吼、哦，8018。科比讲这个，这台湾派吼，讲这侵略的讲6%啦吼，啊侵略的几趴我唔知影，用真是大吼，啊这嘛变哪边调变哪统计吼，我唔是专家，但是我相信民进党啦，自己提名，咱自己提人选嘛，你讲选无6%，我唔相信啦。哦，那讲民进党哩台北市。提名啊，无6%，我看民进党，我看包起来啦，吼、哦、啊，从此也免阁参选啦，吼、哦，等于就比泡沫党安尼就对啦。所以这种物件是咱家己爱拍拼的问题。吼、哦，有人讲啊，民进党台北市基本盘，吼、哦，你这里过去，咱的嘉义长慢慢算过，吼、哦，咱的双义长慢慢算过，吼、哦，啊，你讲基本盘刚讲是6%，我相信不是这个情形嘛。即卖是一面倒诶，所有遮诶市议员也好，所有遮诶里长也好，包括基层也好，对着即个科比是规个是破灭去啊啦，完全迄种诶啊，不管你是有期待诶，本来有寄望诶，哦，有即种诶啊幻想诶也好啦，个幻想嘛拢破灭去，拢无啊啦，啊，所以即种情形下，
家己无提名，敢交代过？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的布局影响到全国乡亲时代。真正我袂甲你骗，共阮伫高雄、坚定小港，咱的选区伫中华区咧拜访哦。大家咧论咧讲台北市的选情，新北市的选情。来，即摆可以甲听一下哦、喔，761-8018。好，请讲话。喂，我弟兄，请讲话。来，弟兄你好。来，请讲吼。我讲咱的民进党吼，都是家己提名啦。对家己提名有信心无？对，我感觉有。咱去用屁想讲这個，而这无够6%呢？我实在。啊，那是讲这個柯文哲吼，伊头一届咧选的时阵哦，大概是讲。伊是大一天使嘛吼，啊无虾米牌吼，大概算好伊。是啦。啊那时阵，即嘛吼，迄时阵吼，我还是无同款啦。所以就是讲，四当前要写好伊的遮个吼，选民即卖无爱啊，无爱写好伊啊啦，安尼意思。款无同款。无同款。所以就是吼，民进党就是爱家己提名。好。提名。啊，那是讲。对民调吼，蔡总统吼，甲这赖议长，因这民调吼，这拢袂准的，我伫讲真经的。这有可能通派媒体调工咧，甲你嘿哦唱衰啦。我做得好，好做参考啦吼、好，多谢阿姨吼。通派媒体还有哪做要求呢？不讲不了，讲我这台北市丁守中温雅的。啊，那安尼恭喜啦，吼、哦，恭喜国民党啦，吼、哦，啊，国民党都倒咧选了好啊，有啥物人烦恼？啊，规矩台北市吼，因在岸边做选啦，啊，全部刷堆，啊，即、這个做中部、南部来就好啦，吼、哦。那讲就真正照中国西部，中国西部迄背后就是旺旺集团咧，大家知影，啊，就中资咧出咧，那伊种民调我也无咧甲信到啦，捧过的民调吼、哦，啊，大家做参考，这冇可能通派媒体咧唱衰呢。意思讲，蔡总统无满意62%，哦，赖清德议长无满意57%，啊，今仔赖议长再时在咧公布，看要哪来啊，即种会当改善着少年人的低薪化啦，啊，哪解决着即种较民生议题？哦，你看他最近啊，油价啊咧直直起，这大家我支撑袂掉呢。啊，即个种种，即摆少年人上关心啥？用心时段。你的就业嘛，你的工作哦，买厝哦，然后学生时代有学贷的哦，啊，即卖有迄、那个啊房贷，迄搭学贷个排房贷，迄真正第四人咧。啊，你即卖讲要鼓励要生啦，讲我这一体补助5000啦，即卖有人民众咧讲拜托个，你个补助1万，咱嘛无法度生，啊，5000加1万是要怎补助啦？来，搁个接一个哦，这真正拢是基层的心声咧。喂，你好，我弟兄，请讲话。弟兄你好。来，请讲吼。你都在咧讲迄科比讲诶，啊，咱咧什么支持迄大多咧只6%呀？意思讲侵略诶6%啦，伊无咧信道啦。诶、啊，讲啊，伤过好笑啦，哪有可能6%？对无？迄民进党吼，台北市啊，家己提名，啊，然后吼、哦，这些人都出来投票，啊，互伊气死。我讲，那个不止6%啦。用选票来证明讲有6%无嘛？我感觉上好的方法啦，对无？对啊，上好的方法就是吼，民进党家己提名，对无？啊，拢大家拢出来投票啊，啊来证明讲吼，你科比讲的话是唔对的啦。伊看不起啊，伊看不起，讲伊意思是讲啊，恁这6%的人，你阿咧摇把草，伊就做不欢喜的哩。你超刚讲的啦。安尼哦。啊，他故意讲的，就是要让你们生气啦。因为你们不支持他嘛，是不是？你们不支持他，他就是要让你生气吧？就说哎，你们就是一小撮人在那边安那绑架嘛，他是这样子嘛？啊，话民进党就是台北市自己提名嘛，啊，大家都出来投票嘛，啊，新北市也大家都出来投票嘛，对不对？用选票来证明啦，吼。对。啊，对着这个小英总统，这个民调讲34%满意，无满意62%。啊，这个你家这有进步啊？是讲这个统媒咧，人家咧唱衰啊？干嘛讲哈？这个也不是有真或没有，只要是哈、
那个小英总统应该把司法改革，应该要平反哈，陈水扁总统的这个扁案要改他平反呐、啊。嗯，所以你听到这种声音嘛，真的。对对，很多人都在这样讲啦，说你怎么不给那个陈总统平反呢？对不对？你平反绝对加分的啦。是是。对啊，你怎么不给那个司法改革平反陈总统的？而且每次陈总统如果出来，都专门给他限制东限制西，对不对？了解。你就让他出来嘛，嗯、对不对？你干嘛给他限制东限制西？那这样子。这些哈对陈水扁有好感的人哦，会民进党会扣分呢。了解哈，真感谢咱这位哈啊大姐哈，咱这位听众。我相信讲党中央啊，拢会当听到这种的声音啦哈。实在要平反，也是讲这种的总统的啊特赦哈，这个是政治处理，这也是只有总统蔡总统有这个特权啦。咱会当拢提供意见吼，全台湾人拢提供意见吼，但是最后要来决定，这决定来当主宰吼，这个特权是蔡英文总统本人吼，实在咱嘛唔知要讲啥哦。啊，你若讲这个是为着规个国家哦，即个大家力量要整合，要来团结哦，为着讲这个台湾要向前行吼，啊，这种会当有利的，我相信。啊，那安尼个代志，照讲民选的总统会去做哩。来，咱去甲接一下吼。喂，你好，我伫中，请讲话。兄弟好。嘿，来，大哥请讲。嘿，你拄啊在讲这个问题吼。嘿。根本蔡英文哦，伊就无心要做了。伊若要心要做吼，上任开始就做啊啦。啊，即卖做卖有哩。有啊，有做哩，干那都爱动咧，动咧，动咧啊！你看即卖你甲看就好啦吼。你啊看这电视短的电视台短信的这个问题对不？是是。你看伊嘛是无咧插啊。人家等你今日是执政党咧，啊你今日是配合咧插咧配合郭台铭配合共产党咧，变作是安怎样啊？因为我怀疑嘛，我怀疑正经八点就是咧常常咧讲台湾咧公道有诶无嘛吼、哦，啊结果出来我常常咧讲诶，我保持原状，我着我保持原状，你一讲讲讲公道，我袂愿出笑你啊。我看的心态就是那样的，那是不爱听的意思啦。我真的我看他就你就我不爱不理你啊，我不理你啊，我怎么动算了，我不要找你，我还不你这心态是这样的。那他突然来压抑啊，你当时是用开到中常委的时候，你说跟中常委怎么说知道不知道、嗯、说不能说阿扁啊无罪呢啊，官人才是总统啊，才是台湾人总统啊，我看他是共产党啊，不是台湾人啊嘛，对不对？你一个民进党的党主席是当作是阿扁甲你牵出来的呢，结果啊无情无义啊，啊心肝都够暴去啊！了解了解，好、哦。这种啊实在听这话那真艰苦哦，听这真艰苦。阿扁总统栽培吼，啊这都拢是国家人才啦吼、哦，不是讲当蔡总统啊，你个完全都唔知道有这张会议，啊无任何结论去。啊，所以这种情况有开那无开，愈开愈死。啊，所以大家迄个失望，和、哦、一种的失望，啊是讲啊，这个颠倒，这种会影响到对着政府的信心呢。所以讲，当然今仔这通牌，哦，你这通牌媒体，你即卖个这中资哦，要来消灭着民视啦，消灭着三立，那对着台湾是拢有足大这种是啊歹的影响，你知无？你哦，在中资的媒体控制的时阵，同款对着小英总统，虽然讲要一起严重，同款伊拢是甲你背过啦。无你看《中国时报》也好啦，你讲《苹果日啦，这种水大个通牌媒体，伊会甲你讲好话吗？你执政两周年，伊会甲你肯定吗？同款嘛是拢甲你讲上歹啦。你讲啊，50-60几趴无满意啦，我看我那计甲我秘书啦。当然，即卖规个大环境的。对经济不满的，对改革不满的，也好，军工搞既得利益啦，啊，是讲这一挂政策反反复复吼，安尼得一个会当互人家讲无信心，吼、哦，到底啊这个内阁是安怎？哦，啊你偌清等议长，你市长安尼会当一条边安尼处理，到中央那就怎？迄、那个力道怎无够去？唔知是讲中央规个迄个组织吼，派袂叮当吼，迄、那个胖袂叮当啦吼。在地方在台南市、哦、这整个一条边际的贯彻嘛，到中央的时候不输一只大只牛，
还是讲大只象啦，一只大象啊，你都加袂叮当，胖袂叮当，迄种的感觉。哦啊，所以你讲乱一张卖神啊，你遐刷怎发挥怎又安琪呢？啊，即卖个啊，咱的花妈子张做秘书张，张有是大总管嘛。哦啊，所以照讲有即个副的秘书张啊，杨正义的议长哦，安、尼是左右手左右手来共同来辅助蔡英文总统，应该是爱如鱼得水吼、哦。啊，照讲而且你话你个过半数，咱即个要来。市营啊，发展政策啦、啊，有省啦、啊，那对着在民生建设、经济，即卖大家上要的是家己的这个生活呢。咱家己每一天的生活，在地的生活，哦啊，正常你讲八千万亿前瞻计划，安尼规个全甲通过落，但是哪想对着咱的啊这种的经济，目前看起来并无看到啥物显著的效果哩。啊，所以这种物件到底这条钱啊开落了啊，让咱大家。是不是当咱的这个基层所要求的这种的生活方面呢，煞全倒袂起哩？咱要求做简单哩，你即卖讲要叫大家生，生入有补助无？啊，生出来了，即卖要送对这种的老爸老母拢双薪来上班呢，上托儿所吼，啊，这种公托条无，啊，私托有补助无啦？啊，即卖咧更加大幼稚园、幼稚园啊，公幼条无哩，啊，私幼有补助无啦？公幼会较俗哩，啊，较俗的条盘，啊，要上对私立幼稚园呢，有咧补助无？还是讲有补助，补助有够无？用真时代，这种问题，无得加比前瞻内底要做轻轨较重要呢。即讲的话，管区本来无要做的啊，为着要做轻轨，怎去编轻轨？安尼两千亿、三千亿，安尼规个拢编编落。那我是用正义点，我咧想讲，哎、欸，这两三千亿拿起来，甲补助在。私托补助私幼补助，你讲要鼓励生育吼啊，生一胎啊，要补助偌济？卖讲一概补助嘛，你逐个月补助偌济？到囡仔三岁，到囡仔五岁、六岁，我唔相信讲安尼无带动啦。这话当时也是，你唔通看一笔补助呢，还对着家庭来讲，那是足大的帮衬呢。即卖那时候对着一寡较亲寒家家庭的、亲寒的经济条件较无好的。哦，还是讲这个啊，身心障碍等等的，哦，咱有甲补助，哦，政府补助的这种的幼稚园，哦，还是讲这个读幼稚园，有对着这经济环境较无有补助，逐个月补助偌济，这我着听到真侪家长咧论，讲安尼这个政策实在做了足好，啊，你实际上你全国甲加起来，我相信免少千几爱两三千亿啦，应该无得搞无到一百亿的处理呢。但是你看这种的政策，对着咱的老百姓帮忙偌大。就像阿扁总统的当时发明着一个两千亿的青年所购足低利贷款，即卖阁做者，这种的当时无得个少年人，即卖要挖中年啦，讲啊，我会当买厝，因阿扁总统一条两千亿的贷款一条。你看安尼一个政策，就表示有伊的贡献力啊嘛，因为真侪人会受惠着这个政策嘛。老人的年金、老农的津贴，真侪咱的老农、老大人受惠到这个政策嘛？安尼唔太有意义。你讲佮加编偌济钱，嘛甘愿佮编落呢？啊，你见到轻轨啦、甚物轨啦，啊，用用的，就大家咧讲生笑的，啊，上班的也无咧坐来上班哩，绝对打卡袂有诶，去互偷鸡扣钱啦。啊，要观光的也无影要坐的啦，观光的倒要坐轻轨呢？阮但是高雄咱就有轻轨。我服务处头前大条路的一条轻轨，将来这种轻轨无人在坐哩，安尼有那几啊百亿里啊呢？全国加起来几千亿里啊呢？啊，何不这些钱你讲起来长照也好，对着老大人的长照，对着少年人的这种的购物较低利的贷款，还是讲你学生囡仔学贷利息好较低，可以减轻负担，无袂成为打入社会呢22K呢，大家拢做贷款族的。你看安尼是安尼，一世人袂烦心情的。啊，你对着遮个老爸老母要生囡仔，有想要生，你们就补助甲提款。对着私托私幼的补助，我相信加加起来免两千亿啦。啊，这唔太真正有帮忙。那这样落，你讲个通牌媒体要甲你唱衰，他有可能讲无满意60%咧，满意30%，不可能嘛？因为这种的政策。
会让人民有感。哦，所以这个最大的差别。来，这是咱的建议啦，吼。即卖即个工商的无去甲听一下，等者马上倒来现场，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地中陈地中。你今仔日广告的时间，上新的大优惠的消息，要来报予大家知影。咱在地本土的正兴公司，为着要感染咱的听众朋友，对地中的支持，对地中的栽培，你这个母亲节，咱特别来推出着活力健康、活力健康的这个组合，活力健康够有气力，对头壳到脚底吼，拢会当照顾会到，活力100分。即卖只要注文一罐正兴 Q10 加一罐正兴深海鱼油，就赠送你一罐，原价1200元，补充咱的钙质上钙好的钙低价。活力健康组合有 Q10 有深海鱼油甲钙低价，总共3罐，原价新台票是6200元，即卖只要5000元，就会当全部炸登去出嚟。Q10 是身体非常重要，细胞活力的来源。对着你的年岁愈来愈大 ，Q10 愈来愈少，必须要额外来做补充。正兴 Q10 严格把关，对日本进口的原料来制作，独家配方，搁添加着葡萄籽萃取物、维生素 E， 一罐2个月分2800元。正兴深海鱼油是各单位深海鱼油，是深海的，唔是一般的鱼油，嘛是专工对北欧的挪威进口的原料来制作，水质上清气。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 一罐同款吃2个月2200元。钙低加钙离加，用上好吸收的柠檬酸钙来制作，是补充钙质第一选择。搁添加独家的配方，对韩国进口的黑酵母发酵萃取物、贝塔葡聚糖、维生素 D 和胶原蛋白，一罐120粒，1200元。和平菇姜汁是用咱高雄在地六股和平川规大粒的菇姜汁的汁水体来制作，伫中去现场看过吼，迄是规大粒的菇姜汁汁水体，啊，佮有农委会专利授权，不管是原料还是生产，拢有官方来挂保证。一罐吃2个月分3500元，新鲜地鸡精用规只鸡鸭落去吹落去滴的地鸡精，唔是一般化学的浓缩的鸡精。天然健康阁好啉，食着传统的口味，补充元气。出去送礼嘛，做大方，一组30包5400元。5月母亲节限时间的大优惠大好康，活力健康组合，活力健康，和妈妈拢食百二。有正兴 Q10 深海鱼油，阁加上钙低加，一组原价6200元，即卖只要5000元，只要5000元。马上注文，马上赚1200元。弟兄啊，祝福咱全台湾伟大妈妈母亲节快乐！数量有限，请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感谢。接下来，咱的永春时段吼，以及伫咱的脸书粉丝专页吼啊，来收看咱的直播吼，所有咱这网络上的好朋友，咱的连友吼，咱的听友吼啊，这呐。随时甲咱反映一下，看信号的状况安怎。因为咱这个放送出去是全国，希望讲全国拢会能正常，人个人伫海外啊，嘛会当来收看。吼、哦，啊你若需要，吼、哦、咱的节目虽然现场时间是12点到1点，或、哦、者每一工拢同款固定。吼、哦，啊你需要，吼、哦、你都会拄好你来甲收看，吼、哦、嘛会当伫顶关留言，啊甲再报告意见，吼、哦、啊来甲地中过来看家指导提醒一下，吼、哦、我拢会去伫看，吼、哦。啊，完做参考。来，这个较多这个民调，阁有一寡较啊，这个吼、哦、较分细项的部分啦吼、哦。啊，咱啊，先做个加这个提一个，或、哦、者、就是讲，譬如讲你这个劳基法吼，伊咧小这问题，一年之内是2届去甲做一个修改嘛。哦啊，对劳基法吼，再、哦、做一个总结，就是讲，你有满意无？这几个规定，满意不到30%嘛，29%，不满意是。60%吼，即、這个60%的无满意。我说打劳基法，即一律修了，安尼不干密密麻麻哩。啊，另外关体部分，吼、哦、22%满意，67%无满意吼，即、哦、嘛是啊，较一边倒啦吼。转、哦、型正义吼、哦，咱即嘛有促转会，有促转条例啊，即、這个部分了东山会吼，但是民众那上无啥买单吼，满意嘛21%，无满意64%。
啊，财经的部分、经济部分，这更加明显，68%无满意，满意在20%。哦，所以永进时代这回当然是，不是讲当然是议题问题。其实蔡总统的真侪改革的理想拢是对。哦，你讲年金要改革，哦，你讲这个转型正义，哦，司法要改革，但是就是讲啊，这个物件有出来啊，但是迄个过程当中，因为太侪争议，哦啊，处理搞不定，哦，迄、那个。搞不定的感觉，就大家失去信心。比如讲，台大校长的问题，即摆煞变是管中民在呛声小英总统，讲叫小英总统来五二共进行个处理而好呢。啊，即摆是总统是你的细汉的，和你的话就教育部是你的细汉的，所以这种物件，政府的威信，他有可能来袂当容忍讲像管中民这种，迄是人连胜文同款，另外一个红色代理人、中国代理人的，佮对着咱的总统在呛声呢。那安尼的时候，讲要发病书给伊，代代伊的毫无回应，佮通过公来赶紧发病书。啊，那像这种的完全招精气啊，你会当任由伊的软木的时阵，听众朋友，迄应用是对着所有老百姓的，所有老百姓咧看讲，这政府的叫用打你涂骹呢？咱的这个所支持出来的这个民进党的执政的政府，是叫管中民呐、啊，叫这些人打你涂骹呢，叫白人呐、啊，统促党这些人。那安尼时阵，你讲要怎满意？哦，这个民调要怎提升？为了你讲议题是对，哦，啊好用是对，但是咧过程当中处理了无好，怎规个焦点失焦去掉？所以怎拢变作minus的，拢变作负面的。来，咱即摆相信最后一波感想吼，马上去等来吼，多谢你。啊，感想我不会转线0776180705，那要注文吼，赶紧卡0776180705。母亲节的活动吼，最后咱限量吼，啊那这个上完为，这个唔想上完啦吼，就是讲这个啊，这个数量哦，咱那已经啊，这个结束啊，来讲的已经注文结束哦，咱就来杂志安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地中陈地中。你今仔日广告的时间，上新的大优惠的消息，要来报予大家知影。咱在地本土的正兴公司为着要感念咱的听众朋友对地中的支持，对地中的栽培，在这个母亲节，咱特别来推出着活力健康、活力健康的这个组合，活力健康佮有气力，对头壳到脚底吼拢会当照顾会到，活力100分。即卖只要注文一罐正兴 Q10 佮一罐正兴深海鱼油，就赠送你一罐，原价1200元。补充咱的钙质上钙好的钙滴加，活力健康组合有 Q10 有深海鱼油甲钙滴加，总共三罐，原价新台票是6200元，即卖只要5000元就会当全部炸等于出力。Q10 是身体非常重要细胞活力的来源，对着你的年岁愈来愈大 ，Q10 愈来愈少，必须要额外来做补充。正常 Q10 严格把关，对日本进口的原料来制作。独家配方，搁添加着葡萄籽萃取物、维生素 E， 一罐2个月份2800元。正常深海鱼油是高单位深海鱼油，是深海的，唔是一般的鱼油，嘛是专工对北欧的挪威进口的原料来制作，水质上清气，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甲 DHA， 一罐同款价2个月2200元。钙滴加、钙离加用上好吸收的柠檬酸钙来制作。是补充钙质第一选择，搁添加独家的配方，对韩国进口的黑酵母发酵萃取物、贝塔葡聚糖、维生素 D 甲胶原蛋白，一罐120粒，1200元。和平菇姜汁是用咱高雄在地六股和平川规大粒的菇姜汁的汁水体来制作，伫中去现场看过吼，迄是规大粒的菇姜汁汁水体。啊，各有农委会专利授权，不管是原料还是生产，拢有官方来挂保证。一罐食2个月份3500元，新鲜地瓜精用规只鸡鸭落去吹落去滴的地瓜精，唔是一般化学的浓缩的鸡精，天然健康佮好啉，食着传统的口味，补充元气。出去上礼嘛做大方，一组30包5400元。五月母亲节限时间的大优惠，大好康。活力健康组合，活力健康，和妈妈拢食百二，有正型 Q10 深海鱼油，佮加上钙滴加，
一组原价6200块，即卖只要5000块，只要5000块，马上注文，马上赚1200块。其中啊，祝福咱全台湾伟大妈妈母亲节快乐！数量有限，请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感谢。就是我们的乡亲时代，今天节目到这做一个收束，后回空中再会，感恩努力。